姐，你说咱俩有血缘关系吗？那不废话呀，当然有血缘关系啊。说什么呢，天天在那。那你亲爱的弟弟想要一个 iPhone 15 Pro Max。 不是 你刚才问我啥？我说你亲爱的弟弟想要一个。不，上一句。咱俩有血缘关系吗，姐？其实吧，还真没有。啊？对，我跟你说，我还记得那天我跟他妈捡你的那天，我们路过一个特别偏僻的山洞，走着走着就听见有一个小婴儿在那哇哇大哭。你走近一看，当时瘦的呀只剩下骨头了，我跟咱妈心疼你，给你抱回家养了，知道不知道？啊，不是亲的吗，姐？当然不是亲的。那太好了，姐。姐，其实我。我你啥呀你？你说你要多少 G 的？256就行，姐。马上转给你，3秒钟给我消失。好嘞，姐。